这一款是119毫米4×4远程灭火炮，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8公里，最大行驶速度超过了140公里每小时。当这款车辆到达现场后，利用它的高效灭火弹，可以快速的对火头进行先期的一个压制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为后续大批量的灭火水炮车，还有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争取了时间。它是可以做到在风沙雨雪和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下，能自由穿行于沙漠、沼泽、丘陵、湖泊三条履带同时损坏的时候，它也可以正常行驶，保证了一个车辆的防御线和应急情况下的使用。车前面的基本就跟坦克一样，就是，这个部分就跟坦克一样，前面的近20公分的这个装甲，在林区里头行走的时候，它基本是没有路，35公分左右的树就没有问题，一下就给它撞倒了，直接可以通过去，它的通过性能就比较强大。